我问你，你有看过我吗？哦，来这里之后天天看呢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问你之前有没有看过我的任何一场比赛。没有，应山怎么又被人缠上了？是吗？ 那你应该要表现得再更正经、更害怕一点呢？为什么反而是，从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？绝大部分的人一开始都看不起我的身高，但是看我打球之后都会被吓到，正常的反应都应该是这样才对。感觉又是个麻烦的家伙。我的确很吃惊，所以我会作为参考。